我是 Louis， 我们好久没有来玩小品游戏啦。今天我们要来玩这张是这个 Sky 大大做的我要去买 Switch。 你们也知道 Louis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玩 Switch， 对不对？然后你们看这边我的后面好多好多的头像哦。和风大大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出现在上面啊？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和风大大说什么。然后他是这个初音的头像，有没有超级可爱的？那我是 Sky 和风，这次为各位带来的这张小品解谜，如果有 bug 可以到巴哈回复我。这次作品一样也有藏彩蛋，可以去找找看哦。也欢迎各位大大们实况，我的废话就到这里了，赶快开始游戏吧。那我就先走啦，拜拜。好啦，那我们看下什么成就墙。哇，你们看，你们看我，你们看我，你们看我，我这样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全部的成就都拿到了？但我们还要开始游戏吗？好啦，我们就直接来 go go！ 糟糕，那么晚了，不小心睡过头了，再不快点就会错过 Switch 的特卖会了。怎么可以错过 Switch 的特卖会嘞？好，这个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找找这个墙上的画。我每一次都是这样找墙上的画，没有啊，画还你，物归原主。然后出去买东西，我们要那个整装待发一下，那个衣服穿一穿。哎呀，还我衣服，这我的衣服，我们要穿衣服才能出门，不然这样子会着凉。妈妈说感冒现在天气冷，着凉会不太好，所以你们看，我准备好出门了，妈妈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厕所，因为它有六个成就，然后哎呀卡住了，上厕所就不小心被马桶给卡住了。好吧，妈的房间是锁住的，然后还有妹妹的房间。妹妹，原来我有妹妹啊，薰衣妹妹。是薰衣妹妹，你们看是薰衣妹妹的头。好啦，我们这里应该没有东西，好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欸，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找钥匙出门啊？因为看样子咱们家又是这样子东一个西一个的感觉，很危机四伏。哎，这两个洞 ，OK OK。哎呀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比较好找到成就，没有？第一个成就达成，我超级不会找成就的。换上我们的球帽，耶！我没有棒球帽了。然后大门在这里，奇怪，大门怎么打开？旁边有张纸条，好像是妈妈写的。我把他们的钥匙给藏起来了，别想趁我出门的时候跑出去，去陪你妹妹玩。搞什么呢？怎么把钥匙藏起来了？我的要买 Switch， 必须要找到钥匙才行。我们要找到大门的备用钥匙，然后马上就发现这边有有东西了。我要先去爸妈的房间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厨房，然后里面有一块牛肉，然后这边感觉是我们家的冰箱，感觉这应该里面就有东西才对啊。这个看一下下面，哎有。发霉的牛肉，欸，我这样找到两个了，还不错还不错，我觉得我棒棒哒。欸，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两个成就，是不是很好？然后冷水跟热水好都没有问题，都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去妈妈的房间看看爸爸妈妈为什么在搞什么东西，又把我们锁在家里。爸妈的房间冲啊，冒险去看有爸爸妈妈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哼，快叫出来，别想把我困在家里面。厨房，储藏室的钥匙，然后爸爸妈妈衣服也蛮帅的，我们换件裤子好了。我觉得这件裤子好像比较符合我，比较符合现代的潮流。
是妈妈怕我跟妹妹在家里肚子太饿嘛，所以特别留了一块牛肉在这个烤箱里面。啊，可是这样子放在里面会不会等下吃了就拉肚子？那没有冰冰箱哎，我觉得这里面应该会有东西才对啊。根据我侦探的火灵经验，这里面应该要藏有钥匙才对。怎么这个是满满的碗哎？收集好三碗可以干嘛？砸弯弓，哎，当冲上你，哇妈咪该，后面又有了，又有一层的柜子，可是都没有东西啊。难不成我们家就只有这样吗？储藏间应该有钥匙才对啊。嗯，好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来试试看烤这个牛排看看好，因为不然这个碗没有用处。来烤一下这个牛排看看。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哎，它的那个火会往后退，还好我拿到三个碗。妈妈竟然把钥匙藏妈妈哦，你把钥匙这样藏在里面，你觉得这样子对吗？等一下我跟妹妹把这个牛肉吃进去该怎么办？这样子肚子就会痛痛的。来，我们出门，终于可以出门了，肚子好饿，虽然要买了睡，但是还是得填饱肚子才行。去街区看看有卖什么好吃的吧。哦，去买早餐啦！看到早餐店前，先去公园玩一会啊。这是那个吗？荡秋千吗？一，快点动一下！好孩子要跟妈妈说的走，不要到处跑。好，因为我们还要找很多的成就，然后箱子很好。哎，这次没有藏三箱哎，现在不流行藏三箱了哦。这里有了玩具件，玩具件很好很好。我们现在有三成就，三成就。美之城早餐店，欢迎欢迎。老板老板，我今天要吃早餐，快点给我早餐。我要一份脏脏包外带。好的，一份100元。好的，这样子就不用肚子饿啦，赶快去买 Switch 吧。好，先去找那个找东西吧。这里应该会有藏东西才对啊，这外面也像那个现在那种文创市集，然后这个是个小花店，所有箱都是锁着的。我们直接闯进来。都是锁住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手上会有东西吗？也没有。赶时间，赶时间啊！我们要先去买 Switch。等一下 Switch 卖完就糟糕啦！终于来到我们的大卖场里面了，嘿，到大卖场了。Switch 在 A 区，快点去买吧！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奔跑，用抢的，抢的，抢的 Switch。这个是一定要跑的，是不是最近不是 Pokemon Go 不是有，不是 Pokemon 要出了新的什么什么红蓝版吗？反正就是新版就对了。怎么的失控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。好，很好，我们要绕路了。这样子大家可以买得到 Switch 吗？那施工中哎，怎么会设计在这里嘞？这样子就买不到 Switch 啦。因为它要不是在什么月年底的时候要出新版的那个 Switch， 你们知道吗？长得很奇怪的那个版本。好了，我们找找看这个 B 区有什么东西。哎，先生先生，快点交出 Switch！ 你看我有玩具件，看我的玩具件。说说有没有连通道？快告诉我在哪里！等等等。差点忘记还要找那个找东西了，先生先生，快点！我需要吃啊，我需要赶快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有门，有暗门！哎，在我挥舞着我这个小剑的时候，哇，这里有暗门！怎么到处都有暗门？哎呀，到底你们都偷偷跑？哎，是不是后面都有啊？你看这里有，这里远远的啊，那不是，那是刚刚那个区域的字。
我想说什么到处都有暗门。哎，柜台，等一下哦。请问一下，往 A 区的道路怎么走啊？现在在失控哎。可以从我后面的机房到达，但我现在很无聊，陪我玩个游戏，我就让你去机房吧。什么游戏啊？找到柜台的钥匙就让你过去啊。好吧，就去找找看钥匙吧。哎，你们很任性哎，后面明明就有门，你们就直接开门让我过去不行吗？好呗，咱们找找看吧。这里面，哎，这可不可以卖隐形药水啊？然后我们就直接那个隐形药水直接秀过去。不是以前常有那个问题说，如果你有可以有变成隐形的话，你想要做什么事情，或者是什么你要说什么特异功能之类的？你干嘛？你在激动什么？在激动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东东？这不是啊，看一下这边。哎，等一下，他屁股后面有一个按钮。哎，有了有了，附近机关传来的打开的声音啊，是这里，蜘蛛网，蜘蛛网，好，很好。哦，有了，这里有钥匙，等一下哦，咱们瞧瞧，我没有成就啊，哎，没有，好，只有柜台的钥匙。好好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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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机房穿过来，哎呦，这什么啊？哦，掉进去里面，好，这应该蛮简单的，就把这个粘过去就对了。哎，然后粘过来，再粘。哎，这个还蛮有趣的，这个。怎么有个东西在跳、啊？这里下面那个是妈妈，妈妈她在那里，妈妈是已经在里面等我了吗？想要把我们抓走的意思。没粘到，没粘到。对对对，然后粘过去，粘过来。好 ，OK， 走喽！等等等等。我终于到大 A 区了，快点去买，不然就来不及啦！好好好好好，我们赶快去买，赶快去买。这是刚那个崩塌的地方，这是什么？那个很像那种专卖店，苹果专卖店展示的那个空间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好，等一下我们先去后面，先买。哦哟，怎么又锁住了？去找附近有没有钥匙吧。好，又要来找钥匙。等一下，就这个，它都有设置一间那种小机关。哎，哦，有钱了，我们有2000块，很好。这可以去贿赂那个吗？管理员开门之类的。看一下什么东西。等一下我们走这地方，感觉是不是可以下去啊？我们可以下来。好好好。哇哇，这是什么神秘的小空间？我们要从这里吗？学那个小偷穿过去。你没有玩过那种小游戏吗？哎呦，我有怕。为什么？好可怕！你为什么站在那里？你是为什么在那里？彩蛋。彩蛋是什么？这彩蛋是干嘛的？最近一直不是很流行玩那个还愿，所以最近有什么歌老师都是怕怕的。可是我最近原本想要玩，但是他现在下架了，就没有办法玩了。好吧，我们找到一个很可怕的彩蛋，然后没有钥匙，主要还是要来找钥匙，应该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才对啊。我看到有个这个黑黑的，这个感觉，
哦，有了，可以放在纸箔装里面。对，好，走吧。应该没有别的东西吧？我们先去买，买我的 Switch。哦，居然卖完！哎、欸，这个好便宜哦，变9999，是不是？居然这不是真的，为什么？我们还是回家吧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是不是偷跑出去了？对不起。对了，这里有个东西要给你。这个不是 Switch 吗？妈妈，你怎么会有？这个你是你表弟多买的一台啊。哇，谢谢妈妈。好了，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地图了。然后，对。我们哦，上面有太极呢。好啊，看一下我们拿到了什么成就。没有很多成就，只有拿到了四个成就，一个是这个肉，然后钱、帽子跟这个，这两个不知道在哪里，琥珀跟这个奇怪的玩偶，感觉是在刚那个彩蛋那边啊。不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里。不过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结束啦。感谢大家的游玩啦！如果有 bug 的话，就去巴哈回复他们。然后喜欢他的话，就支持一下和风。我们下张地图再会啦。对，没错，咱们今天的地图就到这里结束了。然后后面呢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我们的大卖场，对，奇怪的卖场。好了，大家，你们觉得今天的这张地图怎么样嘞？我们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台 Switch。你们觉得这张小品游戏还好玩吗？如果你们想要看到露米玩更多小品地图的话呢，记得在下面按个喜欢跟订阅露米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！我是露米的。加拜拜。